早晨，各位兄弟姊妹，今日是四旬期第三周星期二。弥撒的意向是为亡者龚永琪献弥撒。天主，我向你呼号，请你回答我，求你侧耳听我，俯听我的祈祷，求你护卫我，有如眼中的瞳人，在你双翼的庇护下叫我藏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愿平安与你们同在。各位兄弟姊妹，现在们大家认罪虔诚的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广施恩宠，使我们全心侍奉你，时常获得你的助佑。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永生永王。攻读达尼尔先知书。阿扎尼亚立在火焰中，开口这样祈祷说：上主，为了你的名，求你不要永远抛弃我们，也不要废除你的盟约。为了你的朋友阿巴郎、你的仆人伊撒格和你的圣者以色列，求你不要使你的仁爱离开我们，因你曾向他们应许过，要使他们的后裔繁多，有如天上的星辰、海边的沙粒。恩主啊，由于我们的罪过，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渺小，我们今天在全世界上成了微贱的。目前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传凡祭，没有祭祀，没有供物，没有馨香祭，没有地方可以给你奉献初果，好蒙受你的仁爱。但愿我们能藉着忏悔的心和谦虚的精神蒙你悦纳，就如献上公羊和公牛的全燔祭，又如献上了万只肥羊，这样也希望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行的祭献，能当作满全了我们对你应尽的义务。因为凡信赖你的，绝不会蒙受羞辱。现在我们全心随从你，敬畏你，寻求你的慈颜，望你不要使我们羞惭，但愿你按照你的宽仁和你无限的仁慈，
善待我们，以你的奇能拯救我们。上主，愿光荣归于你的名。上主的话。上主，求你念及你的仁慈和恩爱。上主，求你使我认识你的法道，并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还求你教训我，引我进入真理之路，因你是救我的天主。上主，求你忆及你的仁慈和恩爱，因为他们由恒古以来就常存在，在我青春的罪愆和过犯，求你不要追念。上主，求你纪念我，照你的仁慈和良善。因为上主仁慈又正直，常领迷途者归回正路，引导谦卑者遵守正义，教导善良者走入正途。主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上主说，至少现在你们应全心归向我，因为我是宽仁慈悲的。愿主与你们同在。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百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七次，而是到七十个七次。为此，天国好比一个君王要同他的仆人算账，他开始算账的时候，给他送来了一个欠他一万塔冷通的，因他没有可还的，主人就下令要他把自己和妻子儿女以及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卖来还债。但那仆人就苦伏在地叩拜他说：主啊，容忍我吧，一切我都会还给你。那仆人的主人就动心把他释放了，并且也赦免了他的债。但那仆人正出去时，遇见了一个欠他一百德纳的同伴，他就找住他，握住他的喉咙说：还你欠的债。他的同伴就苦伏在地哀求他说：容忍我吧，我必还给你。可是他不愿意，且把他下在监里，直到他还清了欠债。他的同伴见到所发生的事，非常悲愤，遂去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把那仆人叫来，对他说：恶仆，因为你哀求了我，我赦免了你那一切的债，难道你不该怜悯你的同伴，如同我怜悯了你一样吗？他的主人大怒，遂把他交给刑役，直到他还清所欠的一切。如果你们不各自从心里宽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上主的话。先听到的福音是讲关于宽恕，在里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或者讲天主他的教育法，他的教育永远都是逐步逐步
好渐进式嘅呢啲嘅教育，佢就系天主明白得到我哋，好似由读书一样，由幼稚园一路一路小学、中学、大学咁上，唔能够一步就跳到明白晒一切。所以今日讲开点解要宽恕嗰阵时候，耶稣用咗一个最基本，连小学生都明嘅一个嘅比喻。谂下一个人争人，或者争到个富人5000万，个主人宽恕咗佢，但转过嚟啫，人哋争佢5000蚊，佢就唔肯啦。嗱，呢啲嘅个个都谂得到系唔啱嘅。呢个就系基督，因为当时嘅人面对住一班嘅都系硬咗心嘅人，一边嘅外邦人，所以佢一定要明好基本咁话俾佢哋听。所以咧，佢话如果你哋唔觉住心里边宽恕人咧，天父就唔会宽恕你。用咗一个嘅意识，但系好多人误会咗，就话有住一个嘅害怕啦。害怕所谓天主的报复了，当然这个是事实会的，但是呢希望我们呢现在是教友的话呢，不要以住一个这么基本的一些的信仰而这些的害怕天主，就是说我们宽恕人呢，如果我们要宽恕因为天主，如果不是天主就不宽恕我们，这种是一种的恐惧的心，这些恐惧的心，害怕天主的心呢，已经好过现在连有很多根本不害怕天主。但是这个不够的，我们可以用一些普通的言语，就说这些是下等的宽恕，是害怕。所以今天看一边的读经里面，明白得到达尼尔藉住一个嘅青年所讲嘅阿扎尼亚里边一篇好美丽嘅忏悔词，呢篇嘅忏悔词咧睇得到自己嘅卑怜嘅地方。佢首先由自己开始先，而佢成篇嘅道停篇嘅祷文都系因为睇得到天主嘅美善，睇得到天主佢宽恕我哋喺卑怜里边嚟。令到我哋要寻求翻佢，好似天主一样嘅。所以答唱咏里面所讲，上主，求你念及你嘅仁慈同埋恩爱，要我哋谂翻下天主点样能够成日咁宽恕我哋。所以我哋自己都要恳求呢啲嘅心，至低限度已经高一层。高一层嘅嘢就系因为嚟自嘅系天主嘅仁慈，就唔系嚟自。害怕，但是再高一点，为什么我们要宽恕？很多人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再教导我们宽恕是来自爱。我们宽恕一个人，不是，譬如说，我们的爱，我们爱天主，爱人，不是因为我们怕天主，啊，如果我们不爱主，爱人，天主就不会爱我。又是这些呢，又是一种的恐惧，连爱都出于一种恐惧呢，不对的。我们这种的下等的爱呢，我们一定要提升它。提升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了，告诉我们，要不单止宽恕别人，而是要爱我们的敌人，爱我们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不单止要宽恕他，就是因为我们出于是要爱他。爱他的意思就是得罪我们的人呢，我们为他祈祷。我们希望有他们能够改善，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改过，能够更加能够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取悦天主，能够做一个有意义的人，能够升上天堂。这些就是爱我们的敌人。在这些里面的话，我们一定要提升，再提升到再高一点的。为什么我们要爱其他人？因为天主自己本身就是爱，而我们是由于爱来做了我们出来，所以我们以着天主的肖像，天主的肖像就是爱、仁慈、慈悲、宽恕。所以因为这样，我们要反，我们是天主做出来的，我们要真正的人性，我们就要充满着这份的爱心，
仁慈的心，宽恕的心。所以我们的动机不是来自恐惧，不是来自自私，而是来自的是根本我们要模仿天主，我们是天主的肖像。所以这样东西，希望大家都能够一一这样来反省着自己，尤其是这个四旬期，特别我们要做多一些的祈祷，特别我们做多一些的斋戒，我们做多一些的善，做爱德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要害怕，而是因为我们要付出。付出的话，我们就能够好像基督一样完全地付出，一一地我们的目的都是去来模仿主，能够反映回原来我们是天主的肖像，是爱的肖像，是慈悲的肖像。这些就会很自然地能够好像一眼灯，好像耶稣提醒着我们的灯要摆在一个灯台上面，那就会引导其他人向迈向主这条道路。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每个人希望我们都能够反映到天主的美善，给天主的仁爱，天主的宽恕。我相信今天这些读经就会帮助我们去来反省一下，特别在这个四旬期里面的。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类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各位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请位教友戴翻口罩，希望各位的教友都要能够去离这个爱德的行为。我们说了要听话，在教堂里面的话，所有都要戴翻口罩。上主，求你圣化这些礼品，使这献礼为我们带来救恩，洗净我们的罪污，使我们的生活常蒙你悦纳。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请举心向上，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藉着我们的主基督，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你每年祝福我们，洗心革面，
歡迎逾越節的奧跡，使能切實奉行祈禱和仁愛的工作，領受重生的聖事，而到達你寵愛子女的美滿境界。為此，我們隨同天使總領、天使以及天上神聖歌頌你的光榮，不停地歡呼：聖聖聖，上主，萬有的主，你的光榮充滿天地，歡呼之聲響徹雲霄。奉主命而來的，當受讚美，歡呼之聲響徹雲霄。上主，你實在是神聖的，你是一切聖德的根源，因此我們懇求你派遣聖神聖化這些禮品，使成為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聖體聖血。他甘願捨身受難時，拿起面餅感謝了，分開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吃，這就是我的身體，將為你們而犧牲。晚餐後，他同樣拿起杯來，又感謝了，交給他的門徒說：你們大家拿去喝，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約之血，將為你們和眾人傾流，以赦免罪惡。你們要這樣做，來紀念我。信德的奧跡。上主，求你從一切災禍中拯救我們，因此我們的時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發慈悲，保佑我們脫免罪惡，並在一切困擾中獲得安全，使我們虔誠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穌的來臨。主耶穌基督，你曾對宗徒們說：我將平安留給你們，將我的平安賞給你們。求你不要看我們的罪過，但看你教會的信德，並按照你的聖意使教會安定團結。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願主的平安常與你們同在。請大家互祝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地。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上主，谁能在你的帐幕居住？上主，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处？只有那行为正直、作事公平的人。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既参与了这神圣奥迹，求你增强我们生命的活力，消除我们的罪过，保护我们的身心。因主耶稣基督之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愿主与你们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弥撒礼成。现在一起诵念圣人罗格垂翼主保重。天主，你曾垂允圣罗格恳切之祈求，因赐他作瘟病之主保，使凡因圣人之名求他保佑者，俱得免疫症之害。我们恳求你，因赐我们因纪念圣罗格圣人和他的功劳，赖他的转求，除免我们神形诸疫。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大圣罗格。